一样，它是冷却系统。上来了，来了，我们要开船了 ，Hello。那也没有几个人像我们这样，喜欢枪子哎。就是正常的人都是喜欢枪。全速前进！哒哒哒哒，前进前进。115马力。我们刚才在 Marina， 现在要准备到这里面这个区。那边钓鱼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在正在转方向。哇，现在是那个是全镜头跟踪啊，跟踪追击。正在放锚，放，再不放来不及了，它也会拉走的。它会一直扯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我们以前乡下说，钓鱼不要讲话，要不然鱼会听到。哇，出去了！哇，感应。放在那边不都可以吗？可以，等一下，我放一个看看。我忘记带那一把。这样，这样，对。啊？没有风啊。哎，来了。刚刚你是这个，现在是那个，该每走一个。要哇，耶，这是我们钓到的第一条，太漂亮了。哎呀，此行不旷此行了。有一个哎呀，真的是还是红眼的女郎啊。红眼女郎。太漂亮了，我们的第二只。叮叮咚咚叮叮咚，为什么它不动，动一动动一动。要不然以为它是死的，活的。啊不要钓太久，人家把它钓太好了。哇，两只鱼，一只黑色，会不会打架？会不会打架？那只扁一点，黑色的。逃命都来不及，还会打架？所以你在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再一次放一个锚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的景色底下，再进行一次水底的。确实是没东西拍。哎呀，这就是我抓到的鱼！哎呦，我哎呦，谢谢谢谢，一天下来终于给我抓到。这次，你越多就越好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有一条了。哎呀，今天这面子上走过得去了吧？哦，终于我们收杆喽，实在太开心了！我们钓了三只大鱼，放生仪式马上开始。哎呀，我们终于要把我们的小鱼给放生喽！要，哎，慢慢的，不要快哦。哎呀，哎，桶别掉下去哎。有一个 hand， 小心啊。阿弥陀佛。哎，你要看的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。啊，走出去喽！还舍不得走啊？哎呀，出去了。陀佛，走了。咦，走了。哇，太阳就要下山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一天的捕鱼活动。Thank you.